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OPPO 最新上市的 OPPO R11。 R11 呢，这一次最主要的一大卖点就是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硬体方面加入的是高通660的处理器，它让我们的手机在拍照的时候可以做到更低的功耗，对焦速度更快，以及影像处理更快。我们前镜头的部分呢，则是搭载了2000万的超高画素的自拍镜。在我们主镜头的规格，它是属于双主镜头的设计，是搭载了1600万画素的广角镜头，以及2000万画素的长焦镜头。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在相机的部分加入了一个智慧曝光的软体，各种不同的光线之下，我们的 R11 呢都能够针对人脸做优先的辨识。我们的人像模式呢，它会自动带入景深的效果，也就是说让消费者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拍出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好看的人像照片。可以看到外观的部分，它本身是做一个曲面金属的设计，可以更好的更贴合我们的手掌。这一次我们把微缝天线做了一个曲线的设计，它接收讯号的强度更强，在上网的体验上面更加的畅快，使用更加的顺畅。